大家好，这是智慧财产权法第十四讲次，今天要介绍的是异议、评定、废止以及商标权侵害之救济与处罚。在节目一开始，让我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贵宾李元德李律师。你好，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参与今天的讨论。好，首先我们来介绍今天的讲授重点。我们首先要介绍是商标的异议，再介绍是商标的评定，再讨论商标的废止，最后讨论商标权之刑事与民事的救济。我们一样用一些案例与问答呢，来跟各位做解说。首先第一个想请教易律师的是，何谓商标之异议？对于异议的期限之规定为何？如果异议人认为两个以上的注册商标有违法不得注册的情形，可不可以以一个异议案来提出呢？那异议案的法律适用基准的时点应该如何来认定？我们民国100年商标法修正的时候有什么规定？是，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商标法48条，100年修正的商标法48条，有关异议，它是这么说。商标的注册违反第29条第一项，也就是不具识别性啊，不应该取得商标的这种情形。第30条第一项，也就是那实际款不能不应该取得注册商标的这些情形，或者是第65条第三项，也就是说商标经过废止，原则上是3年之内不可以再来申请注册。那违反了这种情形的话，任何人得知商标注册公告日后3个月内，向商标专责机关提出异议。好。那所以我们从异议这个48条的第一项大概可以了解，有所谓的异议，应该就是说任何人对于不应该取得商标而经过注册取得商标的这种情形啊，可以在这个商标注册公告日后3个月内来向商标专责机关来提出。那么我们再谈进一步来谈所谓的异议，其实在过去啊，我们有所谓的领证后异议或领证前异议。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领证前异议就是说，在以往我们是商标的申请，在这个经过专责机关的审查之后，它会有一个审定的动作，审定以后它会先公告，在公告的一定期间之内，如果没有人出来异议的话，这个时候才给他核准，给他注册。好，那这个时候呢，这种领证前异议的制度，因为如果在这个审定公告之后，如果有人异议的话，那么异议这个行政程序一开始啊，包括异议不服还可以去诉愿，诉愿不服还可以行政诉讼，等到全部的行政救济都弄这个走完之后啊，才能确定说到底他能不能经过注册取得这个商标。所以对这个权利人而言啊，是非常冗长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后来在92年修法的时候之后啊，就是把所谓的领证前异议改成这个领证后异议，也就是说就如同现在我们的规定，就是说他在这个审定之后啊，就先让他取得这个注册取得商标权，但是在注册日之后的3个月内，任何人如果认为在他不应该取得这个商标权，那就可以提出异议，这就是所谓的领证后异议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好，那么我们刚刚提涉的有问到，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就这个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商标啊，这个合并在一个异议的程序中提出。那我们在48条的第三项有规定，他说异议应就每一注册商标个别申请制。所以这个法条已经非常清楚的定这个规定，就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个几个商标的异议啊放在一个异议的程序里面来处理。那么至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这个异议是否成立，它的这个判断的基准时应该是适用什么时候？我们用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行政法上的观念，就是所谓这个时候异议是应该希望这个异议成立的话，就是要把这个已经取得注册取得的这个商标权啊，因为它是本来不应该取得而取得的，所以这个取得商标权这个行政处分它是有瑕疵的，所以呢把它撤销掉。所以在一个行政处分是不是有违法有瑕疵应该撤销，判断的基准时哈，违法判断基准时原则上是以做成行政处分当时的法令为主。好，所以也就是说以它注册的时候，原则上是以注册的时候的法令作为这个判断的基准时。但是我们因为100年这个5月有修商标法，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规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第50条，他说异议商标之注册有无违法事由，除这个第106条第一项及第3项规定外，依其注册公告时之规定。好，这个50条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刚刚提的，就是违法判断基准时是以这个处分做成时的法令为准。那么106条的第一项跟第3项是在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的规定。
简单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在这个100年5月31号修正前已经受理还没有处理完的这个异议案件，那么要怎么判断？是以注册时，也是当时哈，注册当时还有修正后的规定，两者都认为他是违法的事由的话，这个时候才可以把它撤销掉。好，第三项是说，在施行前已经注册的商标，但是是在这个修正后才提出异议的这种情形，也是一样，要以注册时还有修正后的规定都有违法的事由，才能够把它这个撤销。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注册这个施行前修正施行前已经取得注册的商标，而且异议程序也是在修正施行前就已经提出也处理完了，这个时候当然是用注册时的这个回到我们刚50条的一个原则的适用。是啊，这主要呢，刚才律师谈了这个10点的认定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为是不是有这个违法的事由啊，那如何来认定呢？在实务上颇多困扰啊。就是你到底是要用申请的时候来做认定的基准呢，还是从你这个注册的时候来做认定的基准呢，还是从注册公告的时候来做基准呢？因为我们以前有所谓的审定商标跟公告商标，也就是领证前的跟领证后的啊，所以以前的异议呢是在可以呢这个在审定之中就可以提出异议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当然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判决的一些呢延续啊，那么因此就会产生说，哎，你这个违法的行为事实它的认定点是哪一点啊？应该是由这个申请注册商标的时候来做认定，还是从你这个提出异议的时候来做认定，还是从我注册公告的时候来做认定啊？所以刚才我们说，原则上我们现在修正了，就是以注册公告的时候作为认定的时点啊。那么例外的时候，那就是根据106条第一项、第二项来做一个例外的一个认定。好，这个是有关于呢商标的这个意义。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教呢律师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意义的一个案例，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甲公司呢，在民国97年11月27号，以 UCC 跟它这个图形啊，来商标指定使用于自行车、脚踏车板啊、车架、脚踏车坐垫、电动滑板车等等的这个商品，向经济部智慧产业局来申请注册，而且申请了并获得核准了。那乙公司呢，于民国85年间，以 UCC 商标指定使用于咖啡、乳粉、热水器等商品。那他主张呢，这个商标已经为一般商品相关消费者所熟知，并经司法判决认定是一个著名商标。那乙公司认为，甲公司的商标跟乙公司在外观、读音及观念上近似程度颇高，所以呢，乙公司就对他提起异议。那经济部智慧产业局呢，他不认为乙公司商标已为国内大部分地区绝大多数相关消费者普遍认知，因而不符合高度著名商标。准此新增商标的注册，自无减损乙公司商标之识别性或信誉之余，应无修正前商标法第23条第一项第12款后段之适用。经过异议诉愿等程序之后，乙公司不服，就提起行政诉讼。那甲公司为诉讼参加人，试问何者之主张为有理由？啊，我们是不是请律师在休息之后来帮我们做解答？好。我们刚刚提涉的情形也是确实是实务上曾经发生过的案例之一。好，那我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上网去搜寻智慧财产法院101年度行商更一字第一号的一个判决。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判决的主文第一项是把诉愿决定撤销，这没有原处分，是单纯的撤销诉愿决定，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原告其实也就是这个 UCC 咖啡，他认为啊，这个原来这个智慧财产局核准给这个 UCC 自行车，好，他去注册商标，认为他有违反了当时有效的商标法的规定，所以就提起异议。那么异议之后啊，这个智慧财产局认为所以异议有道理，就把原来已经注册的商标给撤销掉了。那撤销掉了以后，当然这个 UCC 自行车他就不服，就提起诉愿。结果经济部认为说这个诉愿有道理，所以又把这个撤销注册的这个处分也撤销掉。
所以到后来这个 UCC 咖啡认为这个诉愿决定啊侵害到他的权利，所以他单纯的对这个诉愿啊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只有一个原诉这个诉愿决定撤销的这样的一个主文啊的由来。好，那我们进到这个实体的部分，本案的一个争议啊，它大概有几个重点。法院认为说，第一个争点在于这个 UCC 咖啡是不是一个著名的商标；第二个就是 UCC 咖啡如果它是著名商标的话，那么 UCC 自行车啊，是不是有构成相同或近似这个 UCC 咖啡的商标？进一步，法院就要探究说有没有减损这个 UCC 咖啡的识别性或信誉的这个之余哈。好，那法院接下来他就进一步的去分析，他说所谓的著名的商标哈，是指客观证据足以认定以广为相关事业或这个消费者所普遍认知者。好，那么法院再来就是说，所谓商标的淡化的类型可以分成两种，一个叫做减损著名商标识别性之余，与减损著名商标信誉之余。那判断有没有这个淡化的这个因素，大概可以分成第一个商标近似的程度，第二个商标著名的程度，第三个是商标被普遍使用于其他商品或服务的程度，第四个是著名商标先天或后天识别性的程度，第五个是其他参酌因素等等。好，那法院就开始一个一个来分析。他说第一个他认为这个 UCC 自行车这个商标跟 UCC 咖啡这个商标啊，这个图样构成高度的近似，近似程度非常高。那么为什么法院说他们都有用相同的外文字母 UCC， 虽然这个 UCC 自行车它还有一个地球的图形，可是法院认为这个地球图形是 很普遍的，一般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常常见的，所以它的识别性并不高，主要还是在 UCC 这三个字。虽然另外也有大小写的区别，可是呢读音这个外观啊，还有观念上通体观察的时候啊，会这个容易让人产生这个混淆误认之余啊，所以他认为这个构成非常高度的近似。那第二个呢，法院也认为会造成这个消费者混淆误认之余，是理由是说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咖啡的消费人口非常的多，好，那这个骑自行车的呢也不是只有少数特定人士，也是非常的普遍，所以这喝咖啡的跟骑自行车的呢，这个消费族群是高度的重叠，所以如果是一个是 UCC 咖啡，一个是 UCC 自行车，法院认为啊很容易会让这个消费者产生误认啊，这情形，好，这是第一点。好，那第二个，法院肯定 UCC 咖啡啊，它是一个著名的商标。法院认定它是著名的商标，它是考虑了几个因素哈。第一个，相关事业或消费者知悉或认识商标的程度；第二个是商标使用期间范围跟地域；第三个是商标推广的期间范围跟地域。那所谓的商标推广，包括商品或服务使用商标的广告或宣传，还有在商展或展览会的展示；第四个是商标的注册申请注册的时间范围还有地域；第五个是商标成功执行它权利的记录，特别呢只曾经行政或者司法机关认定它是著名的情形。好，第六个是商标的价值；第七个是其他足以认定著名商标的因素。那么另外最后一个是判断是否达著名程度，是以国内相关事业或消费者来做依据来判断。好，那法院接下来就说，他说这个识别性跟混淆误认是成反比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UCC 其实它是一个跟产品跟咖啡产品本身是没什么关联的，它是由这个商标所有权人它是原创出来的。那么原创出来的这种商标，他认为就是一个强势商标，先天的识别性非常高，那所以如果有攀附的话，有别人来攀附它的话，就容易引起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认。那么法院说 UCC 咖啡从1933年就开始这个作为这个咖啡制造商，然后在1969年推出第一罐的这个全世界的第一罐的这个罐装咖啡，行销于全球。那么而且呢在这个民国63年起，他就以 UCC 的这个样的名称，在我国的各种的茶跟咖啡，还有可可等等的商品，取得了这个商标权哈。所以法院认为说，这个 UCC 咖啡它使用的期间非常非常的长，而且它的范围跟地域非常的广大，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有登记注册。那么还有啊，它也曾经绣在这个我们这个职棒味全龙队的这个臂章上面，好来做宣传跟广告。那么接下来呢，在2006、2007年呢，也在台北的国际食品展呢来赞助台湾的这个咖啡的大赛，或者参加或者是全程赞助中国大陆举办的各种的这些
展览跟竞赛活动。所以法院根据以上的这些事实认为啊，这个 UCC 咖啡应该已经达到著名商标的程度了。那更有甚者，就是说法院说这个它已经构成著名商标，其实除了以上的事实之外啊，也经过行政法院在其他案件的肯定。好，所以根据以上的事实，法院认为它已经是一个著名的商标。好，那既然它是一个著名的商标哈，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判断，就是说到底今天 UCC 自行车啊，它会不会造成这个减损这个 UCC 咖啡的这个识别性？好，那么他认为就是说，因为 UCC 自行车啊，如果它今天使用在这个自行车上啊，会使得这个消费者以为啊 ，UCC 不只是表彰一个咖啡的来源而已，也会变成是表彰一个这个自行车的来源。那么这种情形，其实就是使得这个本来是只能表彰一个来源的这样的一个商标，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攀附啊，使得社会大众会变成说误以为它是可以表彰两种或两种以上来源的商标，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就是把著名商标把它稀释或者弱化，就是减弱它的识别性。那么法院认为说，在这种情形下会造成这样的效果，所以认为这个 UCC 自行车这个它本身是没有道理的。好，那最后法院认为说，并不会减损 UCC 自行车，不会减损 UCC 咖啡的这个它的信誉。为什么？因为自行车本身它的这样的一个商品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商品啊，不会让人产生负面或贬义的一个联想。所以最后法院认为说，虽然这个 UCC 自行车会减损 UCC 咖啡的识别性呢，可是不会减损它的这个 UCC 咖啡的一个商标的信誉。那么这以上是法院的见解。好，首先呢，这个案子里面呢，一个是用在这个咖啡，主要用咖啡；一个是用在呢这个自行车上面啊，所以它是不同类商品。原则上呢，这个商标是要在同类的商品上面有相同或相近似的时候，那你才会构成商标的侵害。但是如果今天是著名商标的话，那就不限于同类的商品。所以本案的 UCC 首先呢，这个 UCC 咖啡它要证明它这个是一个呢著名商标。所以这样子的话呢，纵然是在不同类别的这个商品啊或服务上，它也可以主张呢相同或相近似，然后呢来主张呢这个商标的这个意义，然后认为说你跟我有近似，所以你不可以来申请呢这个商标的注册啊，这个是做一个补充。好，那我们现在呢，想要请教的律师的这个第三个问题啊，等一下可能你要休息之后再跟我们回答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商标的评定啊，什么叫商标的评定？那商标评定它的客体与期限的规定如何？我们在民国100年呢，商标法有什么样子的修正啊？是等一下休息之后再请律师替我们做解答。有关商标的评定是规定在我们商标法100年修正的这个商标法的第57条以下。那么商标的评定在57条第一项，它是说商标的注册违反第29条第一项、第30条第一项或第65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者，利害关系人或审查人员得申请或提请商标专责机关评定其注册。好，那么看这个条文看起来跟我们刚刚谈的那个48条的意义非常非常的像。它的这个客体其实就是包括了29条第一项不具有识别性的这种商标不能申请注册的，第二个第30条第一项这10几款不应该核准的哈，还有第65条第三项，也就是说刚提过的，就是说经过废止3年之内又跑来申请注册的，那这种三种情形。可是它不同的地方，评定跟异议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刚提到异议其实是任何人都可以在异议的，那么评定必须是利害关系人，因为评定的结果啊是会使得这个商标变成是无效的。好，本来取得商标的，因为评定的结果成立的话，这商标变成自始无效，失去这个商标权。那么所以在这个两者的差别，一个是任何人，一个是利害关系人。那至于审查的人员，在异议的时候，他只要是一个不是原来参与这个商标注册的审查人就可以。那么在这个商标评定，他的审查人员原则上是由3个人组成，也就是说异议是一个独任制的，那么这个评定的审查必须是一个合议制的。好，那么所以这个是有关我们的商标的评定。那么至于商标的评定的期限，在我们58条有规定，它是自这个原则上是自注册公告日后5年之内，
如果是公告日后满五年的话，就不能够申请或提请评定。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申请或提起评定表示评定是包括由这个利害关系人申请，或者是由商标专责机关他依职权来提请的。好，那这个是有关五十八条第一项的时间的限制，但是在五十八条第二项有一些例外的规定，比如说他是违反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九款，也就是说如果是相同或近似于中华民国或外国的葡萄酒或蒸馏酒的地理标示，好，有这种情形的话，那这个时候或者是第十一款的情形，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讨论过的，就是相同的近似他人注明商标或标章。那么在这两种情形，如果他是恶意的话，就不受这个评定时间的限制。是，好，最主要的刚才呢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旧法里面呢评定呢并没有包括了所谓的这个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十八款，也就是现在的第三十条第一项的第九款跟第十一款有关于葡萄酒的这个地理标志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标进去了。那对于这个商标这个评定呢跟异议啊都是呢它这个有违法而不应该准许它商标注册啊，但是行政机关呢，也就是智慧财产局准许了啊它的注册，所以我们要把它这个撤销。那废止呢是对原来是合法的，但是我们要让这个商标呢予以消灭了，这用废止。所以想请教律师，什么叫做商标的废止啊？那如果甲公司呢，他以 LY 及龙形图案来申请注册使用于玩具商品，那么甲公司呢因营业项目扩充而较少制造玩具，但是他下游工厂的乙工厂呢或有甲公司的授权而可以使用该商品与所生产的玩具外销，那甲公司已有三年未再使用该商标于玩具上，是不是可以他废止这个商标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这个我们商标法上有关这个商标废止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它是规定在我们六十三条，六十三条有规定说，商标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一，商标专责机关应依职权或去申请废止其注册。那么刚刚老师提过了，其实有关这个评定跟异议都是违法的注册来把它撤销掉。那么废止基本上它在核准注册这个处分上面它其实并没有什么瑕疵，是没有错的，是没有违法的。可是事后发生一些事实或者是法律状态的变动，那如果让这个注册商标继续维持下去，是对于公益有损，所以呢，我们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商标废止的制度。那在六十三条的第一项有五款的情形，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详细的介绍，我们只就今天提涉的这个所涉及到的第二款，也就是说无正当事由弃位使用或继续停止使用已满三年者，啊，可以构成这个商标这个废止的一个事由。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取得的商标我放在那边放在抽屉里面都不用，好，这个超过三年，或者我曾经虽然用过但是呢我用了一下又放在那边不用，也这个连续这个超过三年，好，达到三年，这个时候呢就构成被废止的一个事由。好，那说什么叫无正当事由，比如说我申请到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原因，我就是不喜欢用，我就是放在那边，什么那换句话说，什么叫正当的事由？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进口的这个东西，但是我因为战争或者因为海关的原因，让我无法进口进来，导致我没办法使用它，那这个时候就会被认为是一个非无正当事由。换句话说，就是说有正当的事由，那即使这个停用或者没有使用超过三年，也不会构成废止的事由。好，那提涉的情形其实并不是这个商标权人他自己用，他是授权别人用，他自己已经超过三年没有用，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变成一个废止的事由呢？我们刚刚看到六十三条的第一项第二款有个但书，他说但被授权人有使用者不在此限。换句话说，我商标权人自己不使用，可是我授权别人使用，好，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认为我们有在使用商标。所以这个时候在提涉这种情形，甲应该不会构成被废止的事由。至于所谓的使用的这个观念跟定义，我们稍早已经介绍过，我们就不再花时间讨论，我们可以参考这个第五条的规定。是，好，就是因为呢商标权人自己没有使用，但是他授权他人使用，那这个时候呢仍然算是使用。那现在他使用虽然没有在国内使用，可是他是呢做出口啊，那既然这是在出口的话呢，我们的商标法上面也认为这个地方它就是属于使用啊，所以本案呢它是有在使用，所以不能被废止。那我们想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甲呢他在网络上用300块钱贩售朋友乙给他的一个仿冒的 LV 皮包，那么警察丙呢出价购买，那甲同意出售并且约定交货地点，于交货的时候呢
被逮捕了，请问一下，甲他有没有呢这个刑事跟民事上的责任啊？如果呢这个甲在网络上标明仿冒的 LV 皮包啊，用300元贩售，那甲的责任又如何呢？是我们这一题其实要讨论就是侵害商标权的民事跟刑事的这个责任的问题。有关民事的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68条，还有这个69条和71条相关的规定。那么提涉这个情形可能会涉及的是68条有关这个第一款，也就是说未经商标权人同意为行销之目的而在同一商品或服务使用相同于注册商标之商标者，好，那这个情形仿冒其实就是使用跟别人同样的商标在同样的商品上面，那这个情形会构成68条第一项68条第一款的这个商标权的侵害。那么构成的话，当然带过来的就是69条商标权人对于侵害的话是可以请求除去，或者有侵害之余可以请求防止。那么如果造成损害的话，甚至根据第71条可以请求民事上的损害赔偿。那么有关计算的方法详列于他这个71条1到4款好里面，我们请大家自己去参考这个条文的内容。至于刑事责任的部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有关商标法第95条好这个第一款，还有这个98条的部分。在95条，它第一款它是规定说，未得商标权人或团体商标权人同意为行销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下的罚金。第一款，于同一商品或服务使用相同于注册商标或团体商标之商标者，好，那提涉这个情形，其实就构成应该是会构成95条第一款的这种刑事责任。那么在98条，对不起。98条的部分哈，那么涉及到就是说，如果侵害的这个商标权呢，不管是不是属于这个犯人与否的，都没收之，这是一个从轻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甲他被认定是具有这个商标的刑事责任的话，侵害商标权的刑事责任的话，他这个仿冒的 LV 包包啊，就会被没收。是，好，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有82条呢，就是说，如果你明知道是人家仿冒的商标而为贩卖。啊，或者是意图贩卖而陈列输出或输入者啊，我们要处他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50000块钱以下罚金。那现在如果说这个行为人说，哎，我不知道那是别人仿冒的商标而我来贩卖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他这个贩卖的这个情形的时间有多久啊，贩卖的这个市场知名度啊，它的价格啊，以及它的商品的来源啊，以及他与被害人之间的往来的情况。啊，来用这些情况来认定。所以假设这个情况，第一个他说我不知道，那我们就要用这个认定。但是在第二种情形的提涉上面，他是已经明明知道这就是一个仿冒的话，那可能他就是有82条的这个刑事上的一个责任。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青年朋友啊，他就在网络上面啊，尤其是露天这个拍卖平台上面呢、啊，他就在贩卖一些产品。那请各位要注意，千万不要去贩卖这些仿冒的商品啊！无论你知情或不知情呢、啊，都可能会构成呢我们商标法上的刑事责任啊！所以在这边呼吁各位啊，要注重呢商标权，要尊重别人的商标权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啊！我们下次再见。